我看到就没了。麦克风激活。有人好像在我房顶上，你们看能不能杀这个？干倒了！这傻逼！我看到他往厕所跑啊！有镜子吗？ 我操你妈！你真男人，差点给我压死了！谢航仔的办卡，谢航仔的办卡。阿森倒了。盲点要吗？盲点不用，赶紧拿吧。 我有了，关了吧，一楼开的。山上又倒了。估计说还挺Q的。兄弟们，这个马路怎么过？围墙有，我确定有一个。山上倒了。是那个黄衣吗？小黄衣。是的。 围墙没怎么？倒了，围的没人，我看看了两枚，哎，直接莽他的残的。我丢雷，我丢雷，我丢雷，丢丢，丢雷！我操，外边坡外。转！刚才在开车的跟着不是一队的？不是一队的，打起来了。操，这么多人。 有人要看我，哪里？来，我打的都后面山上的。我直接进这个。哎，我服了，真的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我也不停了。那个，我看到了，标点。 标点说，坡后 ，OK， 他们后面来车了，有个在干拉的，然后有个在摸底，找了一个，标点有个在干拉的。 还有一个也在干了。Oh my god！ 我的朋友，本场趴下了这里，看见？倒了。我。红衣服倒了吗？是的，我得去补他，兄弟们。 我撞死他！还真撞死我！啊！他怎么还给我扶起来了？有些一男一男，来，快开！